啊，即阵是咱诚心宫的太子爷公，啊，即阵是东莲会的太子爷公。无看到这神明厅众神坐坐会，客满切罗八尊神明，都是北港餐厅业者苏吉辉今日连续请倒来，这顿算罗最数量也破北港历年纪录。无啦，算我参加济啦，啊，搁众神无去嫌啦。几多年了啦，初嘛几十年都拢有参加较侪会咯，是即几年才会得较侪啦。嘿，伊七粒炉啦，啊，因为咱汽车运输部伊个礼就是一粒炉有两尊神尊啦，有土地公甲妈祖婆啦，所以今年变七粒炉，啊加一尊神明啦。相传这神明来厝内坐坐咧，会带来好运气。三年前苏吉辉就把今年跋着切炉煮，当时神明请转来时阵，用要放袂落。厝的公务的本身嘛，服侍妈祖婆啊啦，啊你搁放三尊已经摆下桌嘛，放袂落了啦。啊所以怎拢甲神明会，啊讲啊，你都互我看有机会，紧买一间厝来，请转来厝内安坐安尼。啊着了，迄个时阵才拄好店的边仔，进现有的即间，就是咧讲起啊，拄好我正顺利甲买起来。为上百会员新民会被新民点名做楼主是真幸运。像苏吉辉伫今一年当选切楼主，而且是第二摆。廖天光主请的庙务人员拢公布看过。差有两三个楼阿伯，两三个楼阿伯，啊，唔捌听讲迄一个楼。迄有诶三代、四代、五代拢无着半边嘛有。啊，有个人才加啉咧，尔人伊着随钓钓，啊后迄个三冬钓两遍鲈嘛有，鲈鼠嘛有。因为普通今年你钓鲈鼠吼，啊你赢鲈，要过鲈时阵哦，你袂使了搬，爱浪一冬，啊伊恁妈浪一冬了，伊嘛着钓钓。三年后，苏吉辉如愿买到厝，事业越来越顺利。再度当选切楼主，亲戚朋友拢讲，冥冥中神明搁要来苏吉辉新厝做客，是真幸运。苏吉辉也真感谢众神的爱护。记者的采访差不多。